一个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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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气死了，为什么会一直膝盖膝盖啊，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打的药全部跑到需要治疗一种肿瘤局部，那跟一般的全身性化疗不一样，因为他们打的药就分散到全身，但是我们的疾病只有在骨腔里面，所以如果你全部的药都打到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的浓度是不够，浓度很高对癌细胞来讲，这个药就是一个毒性，对他来讲就是中，那个很快就毒死了，所以这个癌细胞死得很快，就这样。那你全身性化疗，你要达到这种浓度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全身这个浓度病早就死掉了。所以这个动脉跟静脉最大差别就是，我们把所有药打到你要的地方，所以你不需要打很多，但是这个药都是在，因为如果全身动脉跟静脉打药的时候，浓度会差到5000倍，我这个是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很多，所以病人上打完以后回去还可以上班。如果没病，说他们扔下什么颗粒什么，那大概正常上班。